好，武器来了啊，武器来了，这把武器好好酷啊，1073除以3加640，这把武器997.66，双加的话37加24，熔炼7点极限，68再乘以个0.67，按大堂算啊，加997.66，这把武器太酷了吧，这把武器非专用的比很多服务器专用的都好。这把武器的话1043啊，关键是大唐官府能用，这把武器的价格一定是不会低于30万的，但是又不会高于50万，不会低于30万，不会高于50万。这个武器跟当年七哥卖的武器差不多，七哥那武器大唐的话1047，男女通用，卖了27万，他的刀的造型会更值钱，对不对？30万以上50万以下，但是我确定不了。双家的话，大唐官府的话是利奈没有利民好，狮驼的话是利奈比利民的好，所以说这把武器啊很纠结啊，到底算多少钱，30万以上50万以下，给个38万，兄弟们怎么样，行不行？耳饰有点小麻啊，耳饰的话跟我的耳饰好像是一模一样，还是差了，还是多了一点啊。